刚我告诉你，这档在109年，12月21号，瑞芳站，13:42所拍摄是，有点无奈，对吧？因为蓝皮普快车之旅就在瑞芳站，今天这个时刻正式画下句点。然后高雄就没下什么雨，瑞芳一样下雨，而且也蛮大的，接下来要走回去的。有柴油客车声音。如果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大主播。好了，就到了，拜拜。23:44，我要赶快走，在瑞芳站拍摄。好，那个子再见。